梁静茹和有美总裁拍拖，海边激吻。内地21岁网剧女王爆红，威胁迪丽热巴。大阪 Bellboy Sloopy 主题房劲可爱，日日有优惠，有蓝牙耳机和三速摇摆风扇。缤纷主播室嚟啦！唔知道大家21岁嘅时候做紧咩呢？我21岁嗰阵就翻紧学，仲好似成嚿云咁。而得21岁嘅内地女星赵露思已经系多套网剧嘅女主角，仲担正内地版《蓝色生死恋》添，人气仲直逼一线花旦迪丽热巴。最近佢就因为一张相上咗13个热搜，究竟有咩咁巴闭？